藤蔓卷花香，成双的单车，斑驳的砖墙，我追随阳光，却背对天堂，孤独像怪兽，没形状，悄悄耳语最恶意的真相，风吹啊吹啊吹起单薄的衣裳，爱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，不见星光无妨，你就是我暗夜里的太阳，青春像孩子们捉迷藏，迷失的我留在现场，牵着我的手，牵着你的手，带我走，趁着无常没等着，最悲伤再随你流而下，淹没了时光，我们也不过是在教室睡过头，笑说着梦太荒唐，最悲伤再次逆流而上，淹没了时光，我们也不过是在教室睡过头，为何眼泪一直流。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我还不是害怕那三个小混混再来报复你啊！你以为我想来啊？所以这些天我只能为难我自己，当你的保镖还有全职保姆了。但是现在是特殊时间啊，你妈不让你出来见我，我妈也是。如果这个时候被咱俩妈发现，我俩就死定了，懂不懂啊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你知道什么？拿点牛奶。切，你好点没有？嗯，快回去，看我干嘛？快，走走走走走。好像是阳光，一瞬间刺破黑暗。那些在迫不得已中不断枯萎的期待和希望，又开始轻盈的生长起来。血条重新满格啊！啥呀你？走吧。易阳，
上课呢，上课呢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这学期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，不过如果你能回来的更早一点就好了。年度姐妹重聚，苦情大戏的 top one。感情的事情你又不懂，瞎说什么呀？易阳，你看，这是我最近画的画。这人真是打不死的小强，都那样了还能来学校？这要是放一般人，就算是不躺上了小半年，这也得躺上两三个月呀。有郝田这种脑子拎不清的也就算了，齐明怎么也老跟这种人混在一起，就算是20年的邻居也不至于啊。你就说，别说想画了，晚上上课了。哎，我就是看不惯。大忙人，你之前答应过要补给我的话剧票已经准备完毕。一直记得。那今晚7点半不见不散。要是我这双俗手玷污了你神圣的庙宇，我愿意用我的吻来祈求你的佑恕。信徒莫将你的双手侮辱，才是最崇高的礼敬。神明的手本允许和信徒接触，掌心的密合远胜于亲吻。那我生下这个嘴唇有什么用呢？信徒的嘴唇是用来向神明祷告的。那我就祷告神明让手的工作交给我的嘴巴。哎，诸位朋友，欢迎欢迎。足底上不生茧子的小姐太太们，要跟你们跳一支舞。我敢对天发誓，你们当中要是有谁推三阻四的，那一定是足底上长着巨大的茧子。有请第二排的两位，有请第一排的两位，对，就是你们，帅哥美女，有请。走吧。上一次放了你的鸽子，心里其实一直还挺内疚的，这次总算是弥补回来了。谢谢你今天陪我看话剧，让我重新认识了罗密欧和朱丽叶。今天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作为观众被拉上舞台跳舞。我也是。你们男生都喜欢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样的爱情吗？怎么可能啊，这毕竟是戏剧，现实生活中哪里来的那么多世仇又相爱的故事啊，天天活在这样的矛盾情况下，那还不累死啊。那你现实生活中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呀？男生喜欢的应该都差不多吧，肤白貌美。这是不是饭团奥运的人都这么不怕冷呀？闪开。干净漂亮温柔贤惠端庄。等一下，你们几个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淑女。
你真不打车回家？我坐地铁就行了，反正现在天还挺早的，而且我家就住地铁站出口。行，那我就把你送过去。现在这么黑了，我也不放心。好，我可以坐你的后座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车子今天有点问题。不好意思啊。过几天就是那个市里优秀学生会组织评选了，我还有点紧张。有什么紧张的？正常发挥就好了，你肯定能拿大奖的。那如果我们拿一等奖了，你能不能？什么事情？什么？请我们吃蛋糕。我以为什么多么艰巨的任务呢？这肯定没问题啊。哪有上层的？就这么定了。揭秘话题女大出血，那背后你不得不知道的故事。瑶，你快点打开电脑看一下，都热帖第一条了，他们都在骂你呢，你赶紧去解释一下呀。这些谣言太可恶了，说的都像真的一样，还什么有图有真相。我也就是认识你，我要是不认识你啊，我肯定会被他们骗的。随他去吧，万箭穿心，习惯就好。了解我的人不需要，不了解我的人用不着。反正这些发帖的人，他们都是坏人。我替你把他们骂回来。再见。瑶，你们的嘴巴喝了血呀，这么会恨人。你要不是这样，究竟是不是不是我说了算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群众的眼睛也有被恶人蒙蔽的时候。你很了解他吗？那你知不知道他妈妈是推销啤酒的，经常在夜场和各种男人之间卖？你知不知道他爸爸是男小三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一家人都是奇葩，500年难得一遇的原生极品家庭啊。你们说话也太难听了吧。是啊，他出现那么多人看到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都不是个好货，校级公交车的典型代表人物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下梁不正倒下来。天哪，这么难听的话你们怎么说出口？人肉搜索可耻，散布谣言可恨，你们这群利用网络污蔑他人的可耻可恨之徒，社会影响恶劣，作为大学生你们应该好好反省。又跳出来一个帮凶，好啊，你们一起上吧。以为自己很厉害是吧？躲在屏幕后面当个键盘侠，站在制高点去评论别人，很值得骄傲吗？有本事十名一个看看。星辰曦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崇拜你。握住啊。你也是普大的学生吗？对啊。我也是。
好有缘分。你是什么系的？我去吃饭了，回聊。好的。就能见到你。哎呀，他怎么会在我们学校呢？他在我身边呀。哎呀，对对对对，哎哎哎，出现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，肯定就是我们学校的。摩托车发烧友。摩托车爱好。星辰系，啊！天哪，我刚才跟我的爱豆对话了，啊！我去，居然还有两个人在帮易遥说话，这当然了，就算全身都是污点的人，也总会有人。他现在的名声大家都知道，就算找几个人注册个小号帮他，那大势所趋啊，无所谓。现在可是全民八卦易遥的时候，哎，小敏，你快过来看呀，现在已经挖出易遥的家事了。他爸爸居然是个小三儿，婚内出轨，而且还是有夫之妇。妈呀！天哪！什么家庭？啊，你再看这个。哇，这比电视剧还精彩啊！太精彩了，这真是，这比小说还好看。可不是。哎，小米，过来看呀。哦，还有这个。金评委的打分，最终获得本届市优秀学生会一等奖的单位是普大学生会。当当当当，看到没？一等奖的奖杯。一等奖奖杯怎么吓死我了？恭喜你啊！不过话说啊，这个奖杯有我一半的功劳了。要不是得益于我小的时候经常跟你吵架，培养你的口才能力，然后呢，小的时候让你帮我写作业，培养你的学习能力，以及小的时候让你帮我打扫卫生，培养你的独立能力，你认为你能带领全部团队拿到这个学生会的奖吗？是是是是是是是，你真是用心良苦，煞费了苦心，行了吧？为了感谢你这个幕后的大功臣呢，我正式的邀请你参加今天下午学生会的庆功宴，怎么样？这么高大上的事情我不太适合，所以呢就不去搅局了。不行，这么重要的场合当然不能少了你了。再说了，今天晚上结束了我们可以一起回家。那我不是还得等你吗？
我又不是不识路。虽然这话说的没错，但是我怕你走丢啊，我怕你被人绑架。虽然长得比较磕碜了一点，但是够斤够两啊。我谢谢你啊，带我回家。走吧，走吧。我帮你拿吗？这是我的，一等奖。我又不是不识数。哎哎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，他叫易阳，我的青梅竹马，今天作为特约嘉宾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的。大家好，欢迎你易阳。我是学校记者团的，能到这边来给你拍张照吗？当然。哎，那你随便吃随便喝，我一会儿过来。好啊，谢谢啊。让我喝茶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就过来。哦，不好意思。秦明，你和森香在这评比当中辛苦了，你俩简直太棒了。怎么，嫉妒啊？哎呦，拍照了，拍照了。哎，我有种预感啊，下学期的活动手册一定又会爆点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学长，听学姐说你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的惊喜，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吗？既然是惊喜，就不能告诉你们。哦。哦。里面太闷，我出去透口气。你就在门口活动，别走远啊。那我们去准备吧。好啊。好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你好像看起来很紧张。易遥不见了，电话一直打不通。蛋糕准备好了，要不然我们先切蛋糕，然后陪你去找他。启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之前让你买蛋糕给大家，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其实在我四岁的时候，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，差点没有熬过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每个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一，我都把它当成我的重生之日。恰好今天是庆功宴，所以我在想，趁机讹你一个蛋糕，算是给你一个祝福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去切蛋糕吧。嗯。哇！这次学生会得奖呢，多亏了大家的努力，这个双层蛋糕是森香提议的。我们不骄不躁，继续努力，为我校赢得更多荣誉。大家一起加油！好。切蛋糕吧。哇，学生会的金童玉女合体喽！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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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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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
易遥。不好意思，出了一点事情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姐，没事。蛋糕还没切呢，你要去找易遥吗？你是喜欢他吗？穿过弄堂，可是我喜欢你，你有可能吗？成双的单车，斑驳的砖墙，我追随阳光，却背对天堂。姐。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去哪儿啊？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你刚才就跟他在一起呢。姐，深呼吸。你真没事？没事啊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好些了吗？青春，谁让你动我姐的？啊！孩子们捉迷藏，等我留在现场。对不起，万一出了事儿，到时候有个屁用！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哎，顾森西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你别上，想打架是吧？对。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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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打起来了？别打了！听到没有？别打了！听见了吗？我说别打了，闹够了没有？都在用一辈子的时间与你真正在意的人拉锯，亲人、朋友或者另一半，很多感情就像跷跷板，有上就有下，有得必有失。有时候明知道感情没有输赢，我们为什么还那么在乎呢？那么多冰淇淋，不要命了？我热。你感冒了，我去给你拿药。你是不是很蠢啊？你不蠢，他蠢。
啊，马上睡了。让他早点休息。嗯。走，回房间。怎么了？腿软了。来，我背你。第一次被拒绝的这么惨，让别人都看到了。那就让他滚，反正你还有我。走，走喽。神经病啊，发什么无名火呀？你管我干什么呀？管好你森西好了。站住！你不会是因为今天我挡在顾森西面前生气了吧？就是。是啊，我是生气了。我生气是因为你明知道我担心你，打电话也不回，发信息也不回。我还以为你被那三个小混混给绑架了呢，跟森西在一起，就那么好玩吗？像样的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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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以为打第二遍我就会接啊？我要不要自尊？我要不要面子呀？干嘛？对不起啊。喂，我怎么听不见你讲话呀？你也会说对不起啊？那是，我当然会说了。那你会说没关系吗？有事说事儿，你别给我挖坑啊。那个什么呀，今天就是看着那么多人围着你拍马屁，有点透不过气，所以就自己出来，是要缓和一下。没有接到你电话让你担心了，算是我错了吧。算你错？
你差不多行了，别得理不饶人的。我挂了啊。哎，我错了。好了，我原谅你了，没有下次啊，就先这样吧。还有一件事情。又怎么了？我今天等在他面前，就是因为我确定你肯定不会打我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知道了，晚安。雨晚。齐明最乖了，哼。来啦，梅花，来啦，这个笔特别好。来啦，啊，来啦，老师要看，老师吗？天哪，嗯，穿个夹克都这么用心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太厉害了。这就是一件很普通的衣服，这么普通的衣服，帅！这是人品爆发了吗？天哪，我怎么会这么聪明？诈尸啊！宛若智障。简直拉低了我们整个寝室的智商。他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山中没老虎，猴子脱欢了呗。哎，来来来，接话，闭上眼睛。他好几天没来上课了。不知道。来吧，继续。小米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快坐。你长大了，漂亮了。这种矫情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吧。我很忙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再忙也是要吃饭的，我们边吃边聊。服务员，点菜。
这些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。我不记得我小的时候喜欢吃这些菜了，是你现在的小孩喜欢吃吧？这么多菜两个人吃不了，一会儿你打包吧。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鱼，有一次你被鱼刺卡住了，还到医院里去弄出来的。以后呀，就要我把鱼刺挑了再给你吃，来，尝尝。你还喜欢吃红烧鱼汤、桃饭。小米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怨我，但是那时候你小，妈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个事儿。其实吧，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，妈妈心里一直很想你。我记得有一次到学校去看你，你在上体育课，那时候天特别的冷，你穿得很少。过去的事儿你就别再说了。我给你织了个手套，这颜色你喜欢吗？小米，最近你爸爸呢？我打了他好几次电话，他都没有接。他这个月都没有打钱给我。要是你联系上他了，就不会来找我了，对吗？我是谁啊？是你要钱的工具啊。不是小米，不是啊，小米，小米，装什么清高啊？每个月打给你钱，你不是都退回来的吗？现在怎么了？才晚了几天就主动找上门来了？是你真的装的，还是不够用啊？不是小米，不是。钱的事儿，我跟我爸说。小米，走啊！走不出无限循环，就当个
不经意间，在头。